尊敬的战友们好啊！从昨天 G20 会之后到现在，我看所有的我们网络上的信息啊，都是大家很失望。这个从这个失望的情绪当中啊，让我特别的感动，因为我更加的感受到有这么多的战友们真心真意的反攻啊！现在看不到那些所谓的民运了啊，也看不到那些欺民贼的名字了。G20 啊，是一个世界政治版图的分水岭。记住这话，几个小时后，请看白宫啊，副总统彭斯的演讲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大家越来越会明白，G20 大阪会议是送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之一啊！大家会明白的，感谢你们的这份真诚，感谢你们的认真。